嗨，宝子们，好久没有发莱欧斯利相关谷子的开箱了。然后今天是这个，是那个之前买那个一文一饰的那个小吧唧，就是出货了。然后我也没有想到它会突然出货，因为当时，晚上在那里那个查看自己还有多少订单没有发货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订单就是前一秒还能看见它，后一秒就突然发现这个订单没有了。然后我还在好奇是不是我不小心把它退掉或者删掉了。然后等我再去看的时候，原来它突然间晚上9点突然给我发货了，然后到的也很快吧，就是2天还是3天就到了。然后前面这段的话，我是就是开箱一起顺道录了嘛，然后就是核对数目看看有没有错。然后如果反正就是展示的话，就是最后面吧会给放一下那个那个吧唧那个看看它的那个样子。然后前面这段时间就是在核对那个看看店家给我发的数目对不对。如果说有想直接看那个它的那个实物对光的话，可以直接把进度条拉到后面嘛。然后中间这些都是在那个核数，所以说就不想看，真的就是可以拉进度条。然后怎么说呢，在这里说一下，就是我没有想到就是马宇这一次居然会给我用这么大的那个泡沫袋。我一直以为就是它是根据那个东西的大小来给你选择袋子的。然后这个满赠的话是当时是兰纳罗那一期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满赠用了那么大的一个袋子。不过也还好啦，这个袋子我还是很喜欢的，质量很好，留着以后出物用。然后还有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批的话，它的那个背胶又改回去了，就感觉还是背胶好一点啊。然后它上面这个白点好像不是瑕疵，就是它饼图上带的。好，那就这样了，拜拜。